花其實是有兩大原因的。第一是詩花給了我一個很廣闊亦都很自由的創作的空間啦。因為詩花它的特性其實就是它不會受到季節啊或者天氣的那個限制的，因為在我做的時候呢就可以即隨心所欲啲啦，即喜歡用什麼花就什麼花。至於第二個原因呢，其實是我很喜歡詩花它象徵的一份很永恆亦都很經典的美來的。因為詩花它不會凋謝啦，同時它也可以將一朵花它最漂亮的時刻將它留下。我想將詩花和時裝連結在一起的，其實就是我們背後對於 Timeless Beauty 的那份追求啦。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在時裝那裡去找一些不同的設計的靈感的，譬如好像 Gucci 啦，今季它的秋冬系列，新任的設計師 Alexandro Michele 呢，他今次的作品是給了很多的新的衝擊啦，新的思維給我，我自己覺得都非常之有趣。今次 Alexandro 呢，其實他就引了一位法國的哲學家羅蘭巴特的一句說話，我想这个就是 Alexandro 他今次的作品背后的理念来的。创作的时候我通常都比较喜欢一些冷色系的，那今季 Gucci 也用了很多的冷色，好像金色、蓝色、红色等等，那这些颜色全部都给一种很实正的感觉给我的。但是这份实正以外呢，又有些花卉的图案、花的饰物去中和，那中和出来的那份中性美呢，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欢。